早知道的话我就不玩了呀。没有机会了，早知道不玩了。哎，我姐一开始就告诉你了，我是冠军，你们不信呢？对呀、啊，是吧？你为什么用两个名字名字？那我要投诉，我要投诉，影响我们 S VIP 的老板的判断。嗯，这边的话我建议是不要，因为一模的话，他这边是于总和肖总这边的人，好吧？我一个打工的，我处理不了这纠纷，所以他就。嗯，有权利，所以就能用两个名。啊，没，那没有啊，那没有啊。Ace，Ace，Ace。他们今天运气真差。又是个三杀。吹不 Q。真棒。哎，我真厉害。怎么还这样啊？这还有俩。我说你打的怎么这么怪，我操，真是冠军吗？你现在赶紧多杀点人啊，让我损失降低，懂不懂啊？哎，这把算的呀，你看你盖伦一听到不算就不拿头了，你看我都六十多个头了，对吧？这怎么能用两个名字，他真是冠军，这怎么打呀姐，我操，没打过冠军啊。那我能怎么办？善美姐，如果说你这边你要用刺拳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但是如果说万一有什么事情，我没有办法去处理的。嗯，厉害！哎呦，哎呦，射墙上了！哎呦，喷，玩那么能喷？嗯。我真的是今天晚上他打我，今天晚上倒霉透了，碰上你这个陪玩，我就不应该接这种局，还带着 VIP 玩。我姐，这谁知道他是冠军啊？这个真的没想到。我对他起来，我都跟你说过了呀，是你自己不信啊。我跑好快。跟我有关系吗？那他没用。丢失自己说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在影响我的判断。那是丢失。他叫夜魔。丢失都是丢失的锅，让你丢脸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丢失寄给你输人头，还让你丢人，嗯、真的。嗯、对，没让你丢人，姐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啊，这谁知道他有两个名字、啊？你都不知道，那你为什么还那个一意孤行呢？啊、我知道球队赛冠军是钢钉啊，但你又不叫钢钉，今晚我怎么知道呢？钢钉，我叫钢板，哥们儿。在说什么？你们钢钉玩球队赛，你让人家落后他妈四十多个头。那还有什么事儿？你还玩个他妈蠢不蠢的死的德玛？又伤杀了，哎，咱们再杀，再打折都可以，又可以翻倍了。嗯，我这英雄跑图快，我跑老快了。你玩一个那蠢的死的吧，这个一个一个德玛。不蠢姐，他抢不过我的，真的。啊，抢不过吗？他到底是什么蠢嘞？抢不过吗？嗯，我感觉我快成你的专属助理了，天天见你。怎么说呢？就是，人屌是非多。不过也挺正常的，毕竟你玩的太厉害了嘛。主要是，那哎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啊，没关系的。我不能当着冰冰姐说我是故意的，主要是想跟你多见几面。哎、渣男语录。那还有什么事情是我要处理的吗？渣男语录。我真的是，就是想单纯的多说点话，故意让搞点事，让他来处理的，搞点事儿了，打碎了牙齿自己吞，真的是，嗯，哦，我天，那如果说，嗯，你走吧，啊，如果说那没什么事儿的话，那我就先撤啦。我就先去处理区老板的事情了，拜拜。别！我现在很无语，真的。回家。尤其是看他玩这个德玛在那里转悠转悠的时候，我他妈的真的是还举个大宝剑，我什么样啊你？大宝剑。嘲讽你。大宝剑。那我没办法，姐，那谁是冠军啊？
情不能全部。你告诉我不是的呀。哦，对，倒立乞头。不是啊，他确实不是，他怎么又湿了呢？哎，那个倒立乞头了解一下。倒立乞头。哎，对对对，对他你自己跟我讲。对，倒立乞头，倒立乞头。你自己跟我讲，他如果是冠军，你倒立乞头。对，倒立。这你跟我承认的呀，你跟我打保证的呀，结果你玩成这样子，我信你的话，他妈的，我真的是倒霉透了，我信你的话。哎呦，他妈语言乞头。没事，就这样，我们还差六个。哎，说好的倒立洗头呢？我德玛，会洗吗？在哪洗？不是，你是冠军，你平时没有洗头啊？你又不是那种平常的，我以为是平常的路普通的呢。哎，你不说我不是冠军吗？你如果我是的话，你就倒立洗头，啊、你自己说的呀，忘了呀？对 啊, 对啊，自己说的话自己忘了。你就不是啊，那刚冠军不叫夜魔吗？对面领先你45个桃、嗯，你知不知道我今天玩的是什么？你今天让我他妈脸丢尽了，我跟你讲。我是玩坨屎！你看你要遗书没遗书，要他妈翻墙也不会翻墙，别人他妈去那边你能跟得上吗你？你玩德玛有个屁用啊！德玛，哎呀！我的血，我想着我后期又肉又输。我就问你，你的技能 CD 有多长啊？啊！别人他妈瞬间秒杀你，他妈举个大宝剑还在那悠哉悠哉的。我提七个啦。不是姐，我是想着拖后期，那上宝不就吃了这个亏吗？姐，我就想着没血了，没血了，我得闭了。只要一点，没有别的英雄，你非得玩个德玛。领先47个头啊，领先47个啦。那你为什么不像第一把一样的玩个奇亚娜啊？奇亚娜不行吗？非得玩个德玛。奇亚娜他也脆呀、啊、姐，他扛不住啊，人一多就死了。等着我给你出个骑士之士。倒立洗头。不是姐，他们活不长。怎么倒立洗头？这搞的。我是冠军啊。不是故意的。我是冠军啊。你今天晚上让我输了这么多、嗯、我从来没有输过这样子。不是，而且用的英雄也不能重复啊，姐，我都拿过奇亚娜了。奇亚娜不是表演赛用的吗？对呀、啊。那我就以为我用过了呀，我玩的是英雄。主要是非得玩一个德玛这么蠢的英雄吗？我操，最后一个被他开了翻倍的头。哎呦 ，Q 错了。你是第一次接单吗？你不知道表演赛不算吗？啊，你是第一次接我接单吗？不是姐，我就有点打懵了呀，被打的。回家了。姐，我以为是正规比赛打的呢。我听着你的话，然而失了我自己的判断。你不是回家了吗？诺克萨斯是外交。八十个头，翻了，翻倍了，八十个头了，我们。又在那骗人是吗？老是骗人呢、啊，姐。翻倍了。冠军，他是冠军，他不说他是冠军。我说了。对呀、啊。我们说了。干嘛说这么多遍？我们说好几遍了。人家说了自己是个冠军，你自己说不是不是。他一开始他没说他叫关他叫钢板，他叫他。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，我夜魔这个名字也参加过比赛，打过拿过冠军，懂吗？我要忘了是你去的。对呀、啊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那你不知道呀？你不是参加秋季赛吗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夜魔这个名字参加的是夏季赛，哎，对，我是双冠。不好意思啊，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吧？我真的厌蠢，我看到你玩个德玛，我真的觉得你太蠢了，蠢到家了。我真不是姐，他们骗的太那啥了，我。啥？你说话能不能骂？你知不知道？我闭了，没血了。嗯。快办。姐，你还有什么身份吗？夜魔，你怎么全部说完了？算了。我还有什么身份？那不能告诉你。你现在说你是个奥特曼我都信。那不能告诉你了，什么身份肯定不能跟你讲。姐，对，有可能又是套，我不能全信啊姐。我能信的这头猪、啊、我信你呀、啊、我信他还未必还信你呀、啊、我知道了叶博，我信你这头猪吗？姐，他可能夏季赛的时候没有资格打，所以他不知道你是夏季赛的，知道吧？别鼓舞我了行吗姐，我
我也没有骗你啊，姐，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可是真厉害，真棒，他们装的太像了，姐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那就装了，谁的装？你自己跟我讲，他不是冠军。你们一开始我信你的，我就打了，结果你搞得整出这一出。翻墙。话说啊，你们这一把他妈玩个德玛，你玩个为什么玩个德玛？我就问你，有个勾吧用啊？姐，我后期真能杀，他后期杀不了的，后期这都没死呀。嗯，别人都杀了85个了，你才32个，这还后期啊？41分钟了还后期吗？我就问你，是后期吗？我就问你，这个还不够后期了？你神不神装了吗？你现在是不是神装？我就问你。不是姐，这把对面都脆皮。夜魔是春姐，没事，他们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没人能限制他。一样的。反正他们都不知道，没事。你要我玩个控制，我也玩了。其实这是我也保你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你还死了？你还想怎样？你说你要你，你说你肉，你哪里肉了？我就问你。姐，我真不知道。我操！那全怪我，还有两个名字，还是双冠。我很笑啊！哎呀妈，这个太瘦了，都笑死了。姐，我好大压力啊。姐还可以吧？还行吧。啊！怎么对面投了呀？机会了，直接打头了，懂吗？实力讲话。你再是冠军，你再是冠军，你游戏里面输了，你那他必更加要被嘲讽，没必要给自己跑这么多，对不对？咱自己知道就行了呗，是吧？咱不能逢人就说哎，我是冠军，我是三连冠，对吧？我见每一个人，每个老板就说哎。老板，我是冠军，你点我吧。爆发没我高的。归根结底还得回归到现实，咱们肯定得要实力说话，对不对？没必要，可以说，但是没有必要，是吧？没毛病吧？在被他们阻止之前，我都会继续出击。他玩的卡萨丁吧，这把看好不好杀吧，不好杀我就推了。他这把让我玩下路的，指定我玩下路。你这把给我好好整啊！你不能那么像上三把一样的玩跟个屎一样的猪脑壳过载啊！冰冰姐玩的啥呀？冰冰姐，肯定不是猪脑壳姐，你放心。冰冰姐卡了，没事没事。他好像是火男的，冰冰玩的。First blood， 女枪。这是什么？非常，非常。我这一把我就全出辅助装，我就保你。我好姐，你自由钱，你放心这把。他这把已经被我指定了一个没有什么用。你话别跟我说太满，我跟你讲，每次你说这种话的时候，我特害怕。七国姐，你们真，我真不会骗你的。别骗我！我一想到上一把你玩个德玛，我就真的就觉得，别双杀。不亏。此等丑陋，我无法。他玩个下路，下了两个头，你怎么想的呀？你中路一个头还没拿到。他，哎呦，他，别急啊，姐，前期我的英雄前期没那么厉害。对。你也知道，他知道你前期没那么厉害，他就所以用个镜前期给你拉开距离。你能不能用脑子想一下？我对狂野，已经让我输了这么多了。我玩这个从来没有输过这么多次。姐，我杀了姐，我再认真打了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卡萨丁。
行。能抢得过不？哦，好 Q。A 定 A。他现在领先你两个头，他下路还是两个人，你懂不懂 ？A 又杀了 A， 领先三个了。A 还有一个吧。他下路两个人人多，一开始是这样的局，一会儿就杀。靠，狼来了！那你为什么让他走下路呢？你让他走上路不行啊？他那把走过上路了，姐，他那把上路又肉又伤害高啊，姐。他上路不就一个人吗？你把他放到下路，下路两个人，他能拉两个头。他们会，哎，我不知道对面下路这么菜呀，啊，怎么？那个姐，你刚才打电话吗？刚才我刚卡住了。哦，行。我要不干啥去了呢？说话你们好像没听见。干什么嘞？姐玩的啥呀？咱俩一路，你说呢？玩的女枪呢？对啊。哎呀！哎呀！你实在不行，你就去下路拿几个头。我去了，姐，我到了，我已经到了。别来。啊！这给他 K 了，帅！哎呀，帅呀！领先五个吧。你比他高一级，你还拿不到头。五分钟。六级了。先五个。他就黑，他在黑暗收割姐。百分百暴击。哎，对面那个叫什么？对面那个男朋友，你花钱买个好点的麦吧，沈波，你这个麦太垃圾了，呼啦呼啦全是杂音，一直在吹。我的麦有什么问题啊？我的麦很正常啊，我好耳机。我跟你讲，丢失，如果你这一把再打不好，你就吃投诉吧。小心，我是听你的话。哎，我来了。我是听了你的话。啊，就说以为他不是赛季冠军，秋季赛的冠军。没事，他死了。结果啊，你给我整这个乌龙。不是姐，那谁能料到啊？我以为他骗了呀。哎，一双杀，谁骗你了？明是你自己不相信，好不好？说了你不信，觉得自己很聪明，对吧？你可以来上路抓一下呀，我在上路，我可以帮你呀。我来，姐，我来，我马上来。等我死了你就来。杀了姐，我杀了。A， 毙了。差点钱呢。都不行。哎，咱俩这个配合很好呀，因为你这个，啊，你这英雄配合我这个英雄。你看你这个E技能范围很大，配上我 W 定固，啊，必定固的。对啊。太能配合了。又是你就多来一点上。你把中路杀完了你就来上路杀。回家。我知道了姐，我知道了。你人呢？没有蓝了呀姐。帮不了你。收集者火炮无尽轻雨，浅浅你先吸个头吧，无敌。嗯，狂妄都不要出了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说的就是你。感觉狂妄没必要，真的，因为打的也不是非常好的后期。没有姐，我什么？我这个后期英雄都知道的呀，不是很后期。定，疾走一开。这是哪后期 ？A。上把也是哈，对吧？直接上，这把肯定没有意外。你现在是两个头，对面十一个头，这你还要多后期？你能不能发点力呀，啊？
你看狂妄前期弱了，前期对线弱了。我的英雄走了姐。哦，这疯子，被越了。你杀个头还得搭上大衣呗。没事姐，我就当快速回家了姐。哎，你这个理由给我整笑了。你们又烧香了。这点血不敢跟我搞。没事的。但是他确实好搞不过我，就我这点血。弹到他，能不能少杀点呀？哇，你这个伤害，少杀点。你当着我的面说啥呢？当着我老板的面让我少杀一点，不可能吧？你把我当不存在是吧？我真的不想再输了呀。说啥呢？你不是 SVIP 吗？珍贵的 SVIP，瞧不起任何人。我好不容易上的呀，好不容易上的，输了，我已经输了很多了，我输了60000点了都。那没办法呀，这门艺术，你就少杀点嘛，我真的很怕掉下去。没事，你掉下来，你跟我一样吧，你不开心吗？哎，我来了，打他，还是他死了。哦，你来上路呀。我马上来接，我把他杀了已经。又是你他妈去哪了呀？送了。你是不是又得了失心疯的，待到中路他妈就一直在那里搞？没有啊，姐，我马上。别的压着他，下来你快点来。我再杀了姐，我的对线一直在杀了呀，姐。不好意思啊，开心。我有大招啦！可以大姐。弹，我杀了姐，他来了，有大吗姐 ，OK， 寒冰才五级啊，现在懂不懂？你走什么呀？寒冰才五级，被打成这样的很正常呀，对啊。哎呦，他吸血啊姐，怎么经历了？现在懂不懂啊？现在懂不懂冠军的含金量了？啊，刚问你了，你俩还嘲讽我？我刚看到你后退了一步。不理我呀！恐惧啊，姐！你玩成这个样子，对面16个头，你才拉5个，你说你后期，你还要多后期？我等我16级，我就哭哭杀了姐，我3级大。你又出杀人书，你那别出杀人书了，每次你出个杀人书就羞耻之书。出一次死一次，这个我什么鬼？这有啥用啊？这杀出这有什么用嘛？杀不了啊，姐。真的有用了，你信我好吧，姐。无尽，卡萨丁5个头，趁他没起来多杀一点头。我没见过人是这么出杀人书的，一边死一边出杀人书，羞耻之书呗。OK， 我下路可以1-2了，我下路可以1-2了。可以。对你姐你送就行了，没事，下路能1-2，好，不慌。行，卡萨丁后期有点强，我现在前面多杀一点。希望。你大招呢？你大招不会躲技能吗？哦，漂亮。我用了姐。哎，姐。你去下路干什么来了？嗯，上路不来，非得去下路。姐，我去下路想抢他们头，没抢到。没事，我马上来杀姐。杀人书是你这么做的？死一次，出一个杀人书死一次，有什么用呢？我没死。而且青钢影你是杀不了吗？你为什么不来呀？无尽1500块，哎呀，有机会啊！我在上路你不来，非得去跟人家下路凑热闹。定。咋的啦？三缺一啊？舒服，我来了，好的，走位，走位，好你哦，我死了你就来，哦，你现在反杀呢，舒服，哎呦我操，刚说完打野就来，你杀他呀，你在干什么，在那里忧患的，我在姐小心，没事，我射了。漂亮，姐没办法了。你唯一的也这么能杀呀！本来我就要痛的，没办法了。要么你少杀点嘛。咱们这
哎，我杀上交了，你可别这样，我天天都害怕。我少杀一点啊。为啥呀？我真的，我上这个是 S V I P， 真的很难上的呀。而且，冰冰，你做事情不能做这么绝，不是我那么带你，你能上，你能玩这个局？不是说过了吗？怎么有卡呀？我看有人说有弹幕说都不舍得放 E， 我连 E 技能我学都没学，我怎么放啊？我都没学 E。不是我的话，你组能组这个局吗？你要分成主次呀。我都没学 E 呢。你还当上主了？神经病吧你！神经病吧你！我是 VIP 开这个局，你要不是你是 VIP， 你能开这个局吗？我跟别人打一样的呀。别人能让你打300个点的头？那你说的好像你跟我打，哎呀我操，赚300点一样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哎呦，差一点死了。你好奇怪啊！你说的好像咋的？就是你输是300，我输是100吗？不都一样的吗？我他妈倒了霉了！他听这个，听了他们这个什么叫什么来着？给我气昏了！丢失的话，我说人家是个冠军吧，他非说不是，非说人家不是，结果玩的特抽象。走位。我在上路待这么久，人家压那个塔下一直不来，一直不来。两个。2枪带走。今天手感非常好，主要是冰冰姐好久没见你了，手感非常好，很丝滑。看得出，太猛了，不敢跟你对打。BBB。2500块，差点钱，得来个亲。有，我现在有大了，好好。起飞了，真起飞了！下路还两个脆皮呢，主要下路也是两个脆皮。哦呦，青钢影，哦呦，青钢影有点克我。哦呦，哦呦，卡萨丁。哦，卡萨丁也起来了，卡萨丁也起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不怕。哦呦，我操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漂亮。伤害有点高啊。伤害更高，好吧。哎，他一个都没拿到，真的。伤害有点高啊，回家买个青羽。不着急，一枪。夜魔，你少杀点嘛！哎呀，夜魔，少杀一点啊！你是双冠军，我是 S V I P， 我们站在一起才是标配的。我老板之前也是那个俱乐部最顶级的会员啊。只是很久没玩了。对呀，那只是掉了呀。他不是加到中路掉了。上山的人不要嘲讽下山的神，没听过吗？嗯。听见没？你干什么吃的呀？啊？这丢失。哟。打呀！打了姐。我不给你加速了吗？最后来个青羽。我有个大姐，不给你了，你也下，要死了，人太多了，姐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好的。我就说你出个杀人术有什么用呢？不是，我还有15层的姐，我马上就会杀两个就25。你死了有什么用呢？我问你，但凡你死了有什么用呢？哦哟，哥们儿，好的，漂亮。哦，哎呦，打错了，打错了。我来，帅，你看看人头比人家林仙你22个。姐，我马上16级了，好杀了。他这个没位移的，后面杀的真没5块钱。
而且冰冰，我告诉你，我尊重夜魔，夜魔是因为他是冠军，他说我可以，但是你不能说我，你有什么资格？你是个 VIP， 凭什么说个 SVIP？你要靠这么一个男陪，你能赢吗你？我老板是最有资格说你的，懂不懂？他 VIP 凭什么说我？因为你现在走的路，他已经走过了，懂不懂？只是人家最近家里有事没玩了而已。没听懂吗？他是神经病，知道吧？行，要么我听你的可以，但是我不想听他说话。那你帮我屏蔽呗。那你好搞笑呀！我很想跟你说话吗？你看你又死了，你出了个杀人术，有个狗有什么用啊？你掉到七层了。打不动了姐，你别出杀人术啊！为什么爸爸每次首先选择出杀人术？你妈，你是最棒的。杀人术比较便宜、啊，知道？在哪里都是最棒的。五杀了，五杀了，咱肯定不能给老群丢面子呀，对不对？开玩笑，肯定不能给老群丢面子呀。真的。咱来新来的地方肯定不会给以前的丢脸了。去哪里我感觉你都很棒，不说过吗？你出过认识你的时候就觉得你是块金子，就你这么个初装有什么伤害？我就问你姐，我这个是后期的初装发育型的。哦，有人打吗？发育型人家领先你27个头，现在多一个五杀，发育型，发育型，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去？等到何年马月去？哦，哎呦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逛街吗你？你去哪里啊？人头在哪里？你自己看不到吗？你眼瞎？这什么？啊？怎么就杀了呀？你看不到人头在哪里是吧？你眼瞎是不是？眼瞎心盲对不对？还缺心眼？得到失心疯对不对？你看他一小会儿他怎么就五杀了呀？我给你最后一局的机会，你结果玩成什么样子啊？翻倍翻倍。不是姐，我真的是我光走了回来他就五杀，我真没注意姐。不是人家五个人在下路，你可上路在干什么？老奶奶逛街啊？逛三元吗你？姐，我就为了16级啊姐，真不知道他怎么。哇好进化呀，杀了姐。哇、哦、好进化。姐我能杀姐。你杀什么？你在那个溜达一圈又回来了，你杀什么？没事没事。啊杀怎么这么高啊？这怎么卡杀丁都杀不过他吗？你技能在哪里？你技能不在，你抠了吃了行吗？你看我的装备呀、啊、我的神装了呀、啊、你看我的补刀。啊！我都200多刀了，这么快升装了，我靠！我都200多刀了。我给你一次机会，结果你现在玩成这个样子。姐，他这个英雄没有位移的，我又怎么，我这怎么杀的这么快呀、啊？我就位移。手残了，为什么？主要是我，主要是我跟我姐在下路配合的好，就是前面拿头太多了，养猪了，开始滚雪球了。对。我每次看到你这个杀人术，我就感觉是羞耻之书。你别跟我说话，我看到你这个猪脑壳，我他妈的看着就烦。有你这么玩游戏的？知道吗？你一直输，你跟冠军打，你不得输吗？啊？姐，我压力真的很大呀，我不知道。我压力很大，我外面没有压力吗？你让我输了多少啦？你看姐，我有大吗？姐，救我一下。死了，知道呀，就要死了，杀杀杀了，闪闪啊！怎么用我扛打呀？我操！闪现接技能，闪现接技能。你这技能啊，我算是明白了。你跟我说王者，你嘴强王者吧你？闪现接技能是吧？姐，你听我说，我的技能没给你吗？我的套装没给你吗？我的盾没给你吗？
信。我没保你吗？我就问你，我没有保你吗？杀就把人杀了。那你出个杀人术干什么用的呢？百分百暴击。我就问你，有什么用嘛？钓鱼。哎呦，我钓到，没事，他来。要人头拿不到，这上面好像在。哎呀，哦，我们领下四九个了。优秀。姐，我第一次卡萨丁拿不到，这是我绝活，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。你这叫绝活，绝活拿一十二个头。前期我在上路的时候，你来拿了没有？你来拿人头了没有？我在上路，我能帮你，你来拿了没有？你每次喊我都到了，姐。这一把的话，两个五杀。你到了吗？你跟你到，你到了几次啊？你总共杀了这个。这卡米尔你杀了几次啊？啊，不帅，杀了他好多次了，姐。啊，怎么一下就一炮就没了吗？这什么英雄啊？你看看你的伤害，再看看，人家都神装了，你这出什么？我让你不要出这个杀人书，你非得出这杀人书。不是姐，这个杀人书它便宜啊，没别的装备出。我第一次听杀人书还便宜的，哎，三十最便宜的一件的姐，你为什么不出个杀人戒？等你的杀人书叠起来，要再把它合的杀人书呢？你每次在这拖自己的经济，是你玩游戏还是我玩游戏啊？我感觉我脑子都比你好使。来吗？没有姐，我杀人书也是赚的呀，现在我十五成。你赚什么？十五成杀人书，又不是二十四成。有眼吗？有视野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放个眼。我现在再输一百多个点，我现在再输一百个多个点，我他妈又掉，我掉到 VIP 了。哎，姐，勾引勾引。哎，这个姐，我也不想你掉了。哎呀，干啥呢，哥们儿？走位，坏了坏了坏了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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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十九个，哇！我太能吸了啊！六十一个头，我太能吸了，我太能吸了。杀人发了，六发喽，六发了，我又吸个五杀，看没看见？哇，这把好帅啊！他们打死都没想到我伤害能这么高呀！对，直接反杀，直接杀了直接。我卖了，我也没钱出。三个五杀，没有钱啊。嗯，三个五杀四百嘛。哎，日子越来越有盼头啦。一枪！我看你玩游戏，我没有高血压，我都高血压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叫王者啊，双服王者啊！我真的是啊，姐！你该不会是假肢吧你？毙了！我没有姐，我从来都没骗、哎、不骗你的呀、啊！我跟你讲，大王这把游戏输了，你就吃投诉吧。那投诉要吃定了。让我们你要投诉我。我压力，我还没帮你啊！完了，我还没帮你啊！不是我压力真的大，你别投诉好吗，姐？你压力大，你让我输多少？你压力大。你知不知道你让我输多少了呀？你让我输了六万多点呢、啊！这把我再输一百多个头，我他妈的直接掉断了，你懂不懂啊？不想你掉段，我你怎么死的？我就问你，这一把你怎么死的？我就问你，哎，第十个我上了，等会第十个，哎，太多段忘了。第四个，我记着呢。第四个，五倍了。嗯，这样吧，你也别说你自己是什么王者了，好吧？让我们这个冠军夜魔你来点评一下，你觉得这个人什么水平？他是那种什么王者吗？水平，他齐亚娜不玩、不知道为啥，你咋不玩齐亚娜呢？啊？我齐亚娜，哎，我有点打昏了呀，我姐。齐亚娜不玩，你这你必须得投诉了，你这陪玩他接单态度有问题，懂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不是你第一把齐亚娜能杀几十个头，你玩个卡萨丁，你给我杀十二个头，死七次。还出个杀人书，四成杀人书，你别出杀人书了，羞耻之书，我跟你讲。我选错了，就有点打昏了。还给我来一句，哦，杀人书便宜。姐，他真便宜，没骗你，我从来都不骗你的，姐。你不骗我，你说这一把包不输，你别骗我。结果呢？
自杀，结果就是、啊、我们把宝丽夜魔又拿了一个死伤。我就问你，你为什么没拿齐安娜嘛？挖个卡萨丁后期英雄。姐，帮我扛一下塔。我两个都会。来，咱们跟高地高。你回来是个鸡毛啊！我没状态了呀，姐，我又蓝了。不是，我就问你，为什么你没状态？别人在杀人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刷野？咋的？你是打野啊？身上带个惩戒啊？没有姐，我要拿经济啊，我拿经济升装才能杀呀，姐。哎，杀人没经济吗？我就问你，杀人有没有经济？你这什么脑回路啊！杀人没经济，你去刷野，玩起来了。一个人头300块，野才多少钱、啊？玩起来了，才几十块钱。玩起来了。你吃毒素吧，你这把你吃毒素吧，我就问你，你吃毒素？别投诉，求你了，姐，真的别投诉。你这玩的什么鬼啊？别人在那里杀人，你他妈在那里刷野，是你赢我吧你？哦，六个五杀了，六管你妈的瓜子，有你这么玩游戏的？六个了，刷野不是姐，你听我说，我跟着他了，姐。嗯，对面没伤害，都死光了，有什么用吗？对面没伤害啊，一枪，两枪，他也没伤害呀。对面没有输出，对面打不动我。啊，五个五杀呀。这六倍了，对啊，六倍了，我还以为六个五杀了，这谁顶得住呀？嗯，哎呀，这哥们也要拿五杀了，是能杀人吗？我就问你，要讲个五杀了，不是能杀人吗？要讲个五杀了，五杀我能杀姐，我去真能杀姐，他也能杀呀，他也能拿啥五杀，捡一个五杀了，不出来呀，姐。露露死了，没人保护。哎呦，他怎么不出来啊？我来了。走啊！走了，姐，我真不跟你走。啊！我一走了，他们就过去杀。我来了。漂亮！一炮，两炮，三炮，四炮。这个狼人给他抽象了，好搞笑呀！我就问你，你这点血怎么上去？那我走了，姐。你趁他们还没复活，哎呀哎呀呀，很难受，你懂不懂啊？看他好可惜。A Q A 死了。我玩游戏啊。A Q A 死了。我青铜都比你玩的好。青铜都比他玩的好。回家我就兄弟们打完这把发，咱们就最后给大家发个红包了啊，3000元的红包，大家没有上游戏的朋友赶紧上游戏啊，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就可以下载游戏了啊。放心姐，你别急，我出去杀、嗯、你早干嘛去了？差一点，真是差一点。不要说我的输得好难受，本来打了就难受。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晚上让我输了多少啊？我为什么不说你啊？是你让我没面子啊。我他妈一个 SVP 能受这种委屈？确实，受过这种委屈吗？确实。我觉得你没面子，我只会这样，他都我难受，快去啊！我老姐不是我想让你没面子，哎呀，我想打呀！哎呀，打哭了吧！我想杀人，我想你以后点我呀！我怎么知道是冠军？从一开始就套路我。你自己跟我讲，打委屈了。跟我讲他是冠军的，你又死了。我不是让死姐，我怎么当是冠军？没打冠军。你还哭上了？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晚上让我输了多少？你还哭上了？哎呀！你输没输过这么多？姐，有点昏头了，没输过这么多。别说我了吧，姐，我真没输过这么多。好走啊！是你跟我讲他不是冠军，我听你的去跟他打，结果是你自己跟我讲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跑，给了你机会，结果这一把打得跟什么样？打哭了，给男的打哭了，我还以为给女的打哭呢，给男人打委屈了。你还哭上了，你有什么哭的？他装哭呢，他怕到时候打完了，他你不给他结账，
他卖惨，对，我没有卖惨姐，我真的我他妈一个 SVP， 我一个 SVP 受这种委屈，你玩了个什么样啊？你把把玩了个屎样！他卖惨呢，他卖惨，他怕今晚呢没有单钱了，怎么？你让我输钱，你今天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晚上让我输多少啊？有你这么玩的吗？哎，我没有，我真的尽力了，你信我姐。我说了好吧，我说了我不想输，我说了我不想掉等级。哇，太狠了，太狠了。